这个脚也不管它了，始终都是要发炎的，还不如让那个海水冲刷一下。好了，现在马上回去，准备一下就出发。今天去搞大事了。大家好，我是探海一言阿峰，今天过来又去潜水打鱼，然后今天有四个人一起过来，蛟龙爱好，然后我家老三还有我表弟，他们今天也过来，看我们打鱼，然后他来的时候忘记拿潜水镜，现在要回去拿，我们就先下水了。哎呀，我去，这边没来过，这个水那么冰。憋了好几天了，终于可以出来一展身手了，怕我的人都怕倒了。哎，我刚才要是穿这条衣服，还有一条红蛹，他就跑不了了。那条可能也有四五斤。马上把这个衣服换上去，干他！又在这里的吧？太早了，我都回到这里啊。呀，我几多头，这最大了。红红火火，打掉。
峰哥和嘉伦要上岸了。那平板不压根。走了。底湖那边没打根呢。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收获，来看一下，这个是蛟龙二的，他打的也不错，都是金骨鳗，点数量他的最多了，2、4、6、8，8条鱼，7条金骨鳗，不错，哎呦，这个煮汤爽哦，一条鱼就够一顿汤了，这个斋鱼也挺肥的，来看一下我的。我的最爽了，又是红鱼，又是大的金骨。看一下老三打的，老三的，满满都是一筐，哎呦，满满都是一筐，真的是都装不下了。哎，不看他了，没意思。来看我的，是的啊，我的点数量的话就不多，但是论斤的话，肯定是我的最多了。这个红友回来还是活的，不了，行，不错。看一下牙齿，哦哟。好了，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先拍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明天继续去打鱼，发现新地方了。啊，看来今天运气不错哦。哦，有红点半吗？好像哦。哦，没打没打过，红点半真的是红点半，啊，好像是红点半。看来今天要发财了，节奏真的。哎呀，哎呦，红斑，哎呦，红斑，芝麻斑吧？对，芝麻斑，芝麻斑，还活的，还活的鱼，我去，今天运气不错，肯定要爆发的。哎呦，哇，也像是红斑哦，这么。这么凶猛呢？像是红斑哦，啊，像是红斑哦，像是像，但是斑点是芝麻斑。几百块钱一斤，好像是红斑发财。走走走走走，今天看，都还没下水就有鱼了，那还得了啊今天？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上海叶阿峰。我跟他表哥出来打鱼了，嗯，昨天那个150斤的后唇不见了，他的嘴巴稍微好了很多了，一出来捡了一条值钱的芝麻斑。好了，赚钱的时候到了，趁着这几天天气特别好，不多说了，吃完早饭就下水。老表云迫不及待了，还有时间去吃那个早餐的。吃饱好干活，你身上有标怕啥？我身上没有。我们现在升级了浮标，在海上特别的显眼。潜水表，下去历练一下。
哎，开机军工嘛。第二条，好多环节了。绑好，好了，现在找浮标。打了两条了。又是几声炮，四声急停。一叉 KO 两条，一叉毙命。这种能见度打一记是爽。我刚上来在水里面调戏的时候就看到它在底下了，这样打击真的很爽，不用下去找鱼。四声急停，马上给它放血，然后带回船上马上冰起来。
差不多应该有七斤吧，这条也不小了。水面都可以打一条鱼啊！这也不错，啊，三条大后唇老表打的，还有两条小石斑。我们现在上来把鱼冰一下再去打。哎呀，看一下我的，我打的数量很多，但是重量没有老表多，估计拉不上来。重量我肯定多，重量的话应该